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 玩火持续，我是尼亚斯。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是 Free Fire， 要先来抽钻石转蛋，全新的钻石转蛋哦。官方在11月19号的这个凌晨12点更新了所谓的新的钻石转蛋，这好像是跟之前的某一个男角的钻石转蛋是一样的吧？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哦。OK， 这就是我们新的钻石转蛋万恶七袭之力。然后呢，刚刚看到这个动画有点像洛克人，他突然右手变出一个炮弹，然后射出去之后又变成一个正常的，有点像机械手，还是有点像是恶魔的手之类的。然后这一套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我觉得比男角好看一些。好啦，这个就废话不多说，因为里面的奖项大部分我看我都有了，所以就不多看。我们这边有13张的钻石转蛋券，看能不能抽中。首先3张我用来单抽，先试试看。来，一抽，哦，中一个永久的，但是有了。好，再来2抽，3抽，3抽中大奖，结果这个墨镜眼镜我也有了。好，3抽有了吧。好，再来就是10连抽了，好紧张哦。13抽 ，Go Go。有啊，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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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抽，有中一个永久的这个面罩，可是我有了。好，再来，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的钻石来抽抽看哦。23抽 ，Go Go， 哦，大奖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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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23抽，23抽吗？不是。不是啊，是水元素下装啊！水元素我原本有，但是我缺裤子。哇，23抽没有中大奖。好啦，这个水元素的这个下装我也有了，刚好又中了一个上装，上装跟下装各中一个，结果不是中那个，这也太坑了吧！好，那33抽，33抽 ，Go Go！ 哎，等一下，等一下，在抽之前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钻石转蛋券。没有啊，这边是那个魔方碎片。好，来再来33抽 ，Go Go！33中会中吗？又是个金箱，哇，中了，哈哈哈，哇，碎啦，这个可以耶，这个其实运气还不错，因为我第23抽也是中一个大奖，然后我33抽就直接也中了一个大奖，只是23抽是水元素套装啊，33抽才是这个幸运转蛋的大奖。我最近很欧诶，各位，我好像前几天还是前几个礼拜才抽一个转蛋嘛，然后也是抽中，而且那时候是用我忘记是什么转蛋券，是传奇武器转蛋券吗？然后就抽中永久了，还是什么转蛋券，反正也是用转蛋券啊，没有氪金。这一次呢，有用转蛋券加20抽的氪金，20抽氪金大概是216，大概1700钻，加上13张的钻石转蛋，总共33抽中，其实也算是欧了啦。因为一般来讲，我跟大家讲一下，大部分的转蛋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哦？大部分转蛋都是200抽保底，就是你抽了200抽，如果你运气真的很差，真的非常非洲的话，最少200抽会中。当然，像是幸运转盘这种东西，幸运转盘哦，不管它是武器还是服装，这种幸运转盘的话，我记得它好像是没有200抽保底，但我不知道它保底是多少，因为这我没有研究。但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超过200抽，所以我猜应该是没保底啦，我猜的啦，因为我不确定，我也没有问过官方，我个人猜测。总之来讲呢，你如果要抽一个东西，你想要必中的话，基本上就是钻石转蛋跟金币转蛋跟传奇武器。我记得传奇武器也是200抽保底啊，我印象中。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来换女角来穿这套新的服装嘛，直接快速装填装备啊，快速装备。然后我的脸部好像有戴一个不同那个服装的口罩，所以我要把它拿掉。我要看一下原版是长什么样子，原版应该是长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啊，他眼睛是红色的，对不对？哦，对对对，哇，眼睛是红色的，很酷哎。不过这个也蛮好看的啦，就是他其实脸谱的部分，这个眼睛是红色，要仔细看才看得出来哦。好啦，接着我们就用这个最新的这个钻石转蛋的服装万恶七袭之力来打一场经典吧。因为现在是平日的中午12点，没有团队突袭，什么都没有，除了排位赛就是剩百慕达，连那个卡拉里都不能玩，不然就训练岛。所以我们就实际来玩一场，看看这个角色在打的时候帅不帅吧。 Let's go。 我地雷炸到人了，而且我想说奇怪，我山顶晃了这么久，怎么没有遇到人？我地雷前面有人，
OK， 他应该是拿散弹吧，不知道哪一把。有一个人踩我的地雷，应该在……哦，看到了，我要的，没错，这就是我要的，各位 ，N104 啊，各位，那他子弹先丢，拉掉了，拉掉就有点可惜了。有车身，这边看到了。直接一个爆炸，等人下来，下车，再见。这边直接第一枪啊，就直接爆头啊！等一下，我先捡一下这边散弹枪子弹，应该是不用。我这边拿到 N104 了，等一下来玩一波啊！有，前面有一只，等一下哦，这样子应该可以。嗨、我 double kill， 我手榴弹想炸这个敌人，结果我刚好炸到那个开怪卡的敌人，怪卡的敌人刚好被我的手榴弹炸到，他不知道是下车的瞬间被我炸到，还是在车上直接被我炸死，有可能是在车上被我炸死啊，这也是死的蛮冤的啊。我们先把车子往后拉，这车子挡到我的尸体包了。然后飞艇的掉落物应该在这附近，如果有人过来捡的话，应该可以杀一波人，顺便再舔个包。但前提是要有人啊。看到凝胶了，看到凝胶没？哦，看到人。爆劈啊！大家可以看到我架瞬间架两颗凝胶有没有？其实我原本就已经按架凝胶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爆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爆屁，然后导致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架出凝胶。这个爆屁太夸张了吧？后方有人，在左侧。按到，爆头！哦，上面有凝胶，上面有凝胶。有人吗？不知道有没有，先上去再说。没看到敌人，这个凝胶，没看到敌人。哎呦，没架好！啊，剩下不舔了，剩下不用了，剩三个敌人，不用再舔包了。有人，OK， 这边有点凶险哦。我发现一楼可能会有人啊！哎呦，我看到人了。剩一只，最后一只，毒死，最后一只毒死，毒子，不毒子，毒死，毒死是怎么回事？啊，结束了，这一场直接来个巴杀吃鸡，没错，然后输出2100哦，拿 N104 加 XM8 哦，前期虽然拿了其他枪，后期呢，才好不容易找到我们的 N104， 没错。好的，我们今天就是穿了这个万恶七袭之力的这个新的钻石转弹服装，直接经典模式吃鸡哦。然后刚刚一直有一个观看没有离开，我猜应该是观众吧，然后还帮我按个赞，感谢，谢谢你们按赞哦，感谢。好了，那我们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记得在抽转弹的时候记得哦，就是基本上我印象中钻石转弹、金币转弹跟传奇武器的那个转弹哦，基本上都有保底200抽啊、最。非洲你运气再不好200抽一定中。那转盘的话基本上其实你们会常常听到我说不要抽。很多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实况组一定都会帮官方讲话。没有。我是觉得你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你非常的
非洲不是欧洲，非常的非洲的话，转盘你就不要抽了，真的不用去妄想，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的涂装枪比它不是比它好，是比它便宜，而且不会跟它差到太多，可能就只差那一咪咪。其实我觉得那一咪咪就不用计较了，对，真的不用计较，真的你没有就是荷包钱包满满的准备，或者是运气很好的准备的话，真的就不用去抽了，因为抽了真的是蛮难去抽到，因为转盘通常是转盘的枪嘛，通常是会分可能四把、三把、五把之类的嘛，然后可能其中两把可能就是大部分 YouTube 会推的，你可能像之前的红豹熔岩散弹枪 A014， 分别是红色跟我印象是绿色吧，两把是大家在推，但是最推是红色，绿色好像是加射程还是怎么样，对，那就稍微的差一点。那我觉得呢，你如果只抽中一张图纸或两张图纸，你势必没有换到最好的那个涂装，那我觉得倒不如不要抽，因为你只拿到一张图纸，那你只能换比较差一点的，甚至可能没有那么好的，除非说你都没有涂装，那你觉得那里面 A10 是最差的涂装，那里面最差的涂装你也想要，你也会愿意要，你也会觉得好用的话，好，那你可以抽，对，就这几种可能啊，这就是给大家一些抽转蛋、抽东西的建议。然后我之前有听说，就是凌晨12点的时候抽转蛋会比较容易中，这是我听说的，但我之前有实测过一次，仅止一次而已，真的有灵验，真的有中，但是之后我就没有什么时间，刚好在12点抽了，所以就是我就真的不太确定了。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如果你们真的运气很差，你们可以试试看凌晨12点抽抽看看有没有中，如果有中的话在底下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其他观众觉得很灵验的话，那就通过凌晨12点抽抽看吧。好啦，我们这集影片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喜欢影片记得留下喜欢订阅，就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然后平日晚上6点发片，假日是早上9点记得准时收看，开启小铃铛全部通知，这样子的话在我开直播开观众场YouTube 直播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有高几率会收到通知，那如果没有收到通知也没有关系啊，每天晚上6点就是搜寻尼亚斯，然后点进我的频道稍微看一下，就会看得到我最新的影片咯，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各位拜拜。